用生命开花，有地国父教同学心一两公分，可以用这类。我们的先贤先烈，我们的这个这个我们的长辈们哈，对台湾民主的付出跟努力，让我们这些包括未来的下一代来到这个公园，就可以了解整个台湾民主的运动史。今天是我代表蔡英文总统来参加今天是黄昭东博士的纪念公园，阮有相赞，迄款讲不出的怀念。虽然昭东先无伫哩，但是昭东先的精神、意志、甲伊的理想，咱绝对爱逐个人继续爱一只，袂当互伊孤单。因逐个拢爱追随伊的脚步，继续搁拍拼。但伊是台湾伫国民党体制、威权独裁体制内底最后一个黑名单，离开故乡四十几年，才能够回来。后来昭东先回来台湾，我想坦克的角色扮演甲足好，啊，无昭东先，今日台湾都无任何人可以当来扮演这款的角色，无伊台湾这条路更加艰难。